这时候的虾买了，不大很虾了。嗯，就是这个头啊，有好长时间了，都是这会儿一撇儿，讲么，有时候麻一包木，说不上来，反正是不舒服。然后俺婆跟常叔非得说几个叫去医院看的吧，嗯，我去医院看看的，拍个片儿或者是租个啥的，看看没事了也都放心了。现在从农在门上等我嘞。我这会儿去那看了啊，说句实话，我那是走都讲么，头我不得劲了，但是一直不敢去看的，心里光讲么，害怕万一看看检查一出来结果啥一种，心里讲么害怕。走都不去看的也不说。害怕，就现在是，就怕说一检查，哎呦有点啥事了，害怕有那种结果，就是这心里太多不敢讲么，确实有点害怕。现在已经到人民医院了。咱们过酒杯，我心里还想摸下烧一零啥的，踏实点儿。那原来也中吗？也没有中，反正今讲我今年过完年又闹过两回了。我就是讲我说看我就是。那也别管。我骗你啊！又是什么？啊！你成功了就得做一个检查，是吧？那几个做不了了。接着。那我做一个检查。结果是啥样？找医生来看看。现在已经开完了，做了个 CT， 然后医生说没啥事，喝点感冒冲剂回去吧。哦，对上了，叫喝点感冒冲剂，然后就是彤彤，天冷也踏实，彤彤赶紧给你爸打个电话。好，一会儿到城了，叫俺爸说一声。打个电话。家里也不惦记了。哦，打个电话报个平安就得了。嗯，没有事儿。嗯。